讲读圣路加福音。玛利亚那日就起身往山区去，到犹太的一座城，伊入了扎加利亚的家，就向伊撒伯尔请安。伊撒伯尔一听到玛利亚的请安，孩子就到伊个肚内欢愉。伊撒伯尔充满了圣心，大声说：“到两斤重，这是蒙祝福的。这日太子也是蒙祝福的。我主的父亲加领我之国，这是我哪里的来界？退热车安的声，接我的钱，太子就到我肚内欢喜踊跃。那生了有上主传于他的话，爱往生的是有福的。”玛利亚就说：“我的灵魂颂扬上主，我的心声欢跃于天主，我的救主，因为他垂顾了他的卑嫩，今后万事万多都要称我是有福的。因为传领者到我身上行了大事，他的名字是圣的，他的情思时时多多与无穷时，赐予敬畏他的人。他伸出了手施降大能，驱散了那心高气傲的人。他从高座上推落狂士家，各养了卑微贫困的人，他使饥饿的人播向每目，凡是富有的人空手自渴。他回忆起自己的仁慈，辅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和，施恩于阿巴郎和他的子孙得到永远。”玛利亚当伊撒伯尔徛了三个月，就回去自家家来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而且这位咱今日庆祝啥无啥天，该占累，了那个读经是佛教啥无，因为受着天世界启示，在搭伊家表姐。已经有生分六个月，伊个表姐伊说伯尔年岁已经大了，最小号就是一个纳扎勒洛克到耶路撒冷附近，去伊个来当去食好，去帮助他。天主装选了小号，这不是小号，是特别是咩特别是天主个恩宠，天主帮伊选小号做伊个保证。也因为祖先所天主啊赐下无自家的恩宠，在一世人无犯罪，一世人拢总是爱敬对天主，承接天主的旨意。要下无承接天主的旨意，这方面是伊家己做咩？对天主懂事，接受天主该这个命令。成为耶稣主的过程，要一世人陪耶稣，帮助耶稣的传教的生活，到后和陪耶稣主到十字架前，替耶稣主为人牺牲，到后埋葬了耶稣主，耶稣主对三日复活。这个对天主的这个圣职，唔多多是依靠天主的关系。了伊本有这个爱心，准备将天主个爱，甲周围个人分享。要第一个人就是咱家这个圣家所发表个一个表姐，这个伊撒伯尔，因为表姐年岁大个时候才有了身份，但是因为伊年岁大，伊惊啦，等这个女仔未久啊，那是未到半个月就。还未出世，就
四颗 NMC 无名次啊，但是伊甲别人甲别人解做无欢喜，了卢家哩无生未出，所以家己一人藏在心内。但是啥袂知，啥袂知，因为是听师甲伊报告个。要上我就由拿走了来到耶路撒冷个写来本，来伺候伊个表姐来帮助伊。三个月的时间，当表姐爱写这个日刊的时候，咱上无就等家己个爹来。咱庆祝上无个接女，咱特别求上无帮助人，爱效法伊个表娘啊，对天主个圣德啊，对正当个这个爱德。咱相信上无是耶稣主个保证，也是咱个保证。唔多多，咱爱效法伊个表娘。咱个爱求下无为咱转求，尤其是咱生活到有啥物艰苦个时候，有时咱个能力，咱感觉到咱无病，了咱天家己咧，咱有时真过失望，啊了灰心，对咱求下无来为咱转求，下无一定来帮助咱来接近耶稣主，了咱有病，甲耶稣主请教，请教天主个旨意。感谢大家，感谢祝福。